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据意大利天通体育的专家迪马齐奥报道，保罗大巴拿可能因伤缺席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。主帅史卡朗尼已经补招尼古拉斯冈沙利斯。在罗马对阵亚特兰大的赛前，保罗大巴拿由于左腿屈肌问题，最终未有登场。他现在有可能缺席9月23日阿根廷对阵洪多拉斯的友谊赛。在罗马对阵亚特兰大的比赛结束后，保罗大巴拿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，以评估伤势的程度。与此同时，阿根廷主帅史卡朗尼征召了尼古拉斯冈沙利斯。尼古拉斯冈沙利斯在今轮对阵维罗纳的比赛中进球，昨晚费伦提纳接到了阿根廷征召他的通知。前几天阿根廷公布了9月热身赛的大名单，当时尼古拉斯冈沙利斯因为脚伤原因被排除在外，现在他伤愈复出被补招，将在今天启程前往美国马亚密参加国家队的训练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段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